八月份暴走偏财运，咸鱼大翻身，轻松买完房又买车的生肖。生肖龙，龙年出生的朋友聪明非凡，人生的目标明确又敢于拼搏。八月一到，他们跟霉运彻底说拜拜，可谓是富贵挡也挡不住，生活中将会乐多忧少。属龙人他们在八月财运会迎来一个爆发的机会，正财源源不断，横财大发特发，发财机会多多。总而言之，今后他们遇事时能多些担当，事业工作上能更加的加油努力，就能事业有成。生意兴隆，赚钱轻轻松松，咸鱼大翻身。生肖猴，属猴人在前段时间里受到不好的运势影响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有很大的冲突，所以才导致部分属猴人的运势真的很一般，麻烦事较多，饱受磨难。生肖猴行天官生财之忌运，他们惹不起，八月走爆财运，金当床银当被，有房有车，富甲一方。他们八月迎财神到家中，财富不请自来，躺着也能赚大钱。他们睿智冷静，玲珑剔透，颇具灵性，对于财富可谓唾手可得。生肖猴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，不轻言放弃，未来将会心想事成，买新车住新房，翻身变富翁。生肖羊，生肖羊钱财宫有子华和德喜两大吉星相助，他们惹不起，八月走爆财运，金当床银当被，有房有车，富甲一方。属羊的他们八月有五路财神进家门，八方贵人来相助，正财发不停，横财赚不完。加之他们在投资理财上颇有自己的一套做法，到时有望让自己财富增资翻倍，事业上红红火火，生意上兴隆发达，进展空间很大。今后只要生肖羊能更加的去努力，再加上在自己好运的助推下，有望步入人生巅峰，正财横财一起发，家中富贵简直说到就到。生肖马，属马的他们惹不起，八月走爆财运，金当床银当被，有房有车，富甲一方。生肖马审变官的岁驾吉星庇佑，受此好运，有望告别早前一段时间财运欠佳、烦心事多的情况。八月他们运势红似火，事业财运一飞冲天，尤其是会遇上自己的人生贵人，让他们无论做什么都能得到最及时的帮助。再加上财神降临，发财机会不断，横财运势大涨，收入翻好几倍。只要他们做事不冲动，能够集中精力工作，就能财源滚滚，日进斗金，财富早晚都会到来。喜获人生上上签，富的流油，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八月初即将走好运的六生肖，第一名是你吗？第六名，生肖马，属马的人在七月份里运势十分低迷，事业受阻，爱情不顺利，生活中和家人也争吵不断，这让属马人很是头疼，心情也一直愉悦不起来。但没关系，从八月份开始，属马人将迎来好运势，而且这份好运势会越来越旺盛，他们的事业红红火火，赚钱多多，富贵得很，年底前一定能够飞黄腾达。第五名，生肖鸡，属鸡的人在前段时间里命很背，一直都很倒霉，霉运一直缠着他们，工作中遭到了小人的算计，破财不断，亏损了不少，但是不要在意，因为进入八月份以后，属鸡人将迎来人生春天，事业蒸蒸日上，在工作当中也是得心应手，收入也越来越高，
轻轻松松就能赚得千万家财，而且这份好福气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。第四名，生肖羊。八月属羊的朋友运势全开，冲劲十足，在爱情上得到对方的回应，事业上财运亨通，生意兴隆，投资上有不错的收益，与别人合作易达成双赢。但属羊的朋友切记不要急于求成，容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第三名，生肖虎。属虎的人性格大大咧咧的，很直爽，给人的感觉也很大方。他们很渴望钱财，一直以来拼命的工作就是为了赚取多多的钱财。最近正值食神生财的大吉运，他们的财运整体上都很不错，赚着丰厚工资的同时，属虎的人乃是一个命里很旺的属相，而且一般来说，生肖属虎的人大都是非富即贵之命。与此同时，今年还是生肖虎三合太岁的一年，在这一年里，生肖虎的运势自然不会差。八月一号到月底，紫气东来，发横财中大奖，观音送子，人财两旺，生肖虎命理之中五行生财，让生肖虎财运旺盛，富贵延绵，还能从其他渠道赚到不少偏财，正财和偏财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让人十分眼红。第二名，生肖龙。属龙的人前几个月里运势不佳，各方面都不如意，但还好属龙人思维比较开拓，并没有陷入悲痛之中无法自拔。从八月份起，属龙人的好运势才要刚刚开始，事业红红火火，出色地完成了领导布置的每一份工作，升职加薪，一个月比一个月赚得多，数钱数到手抽筋，羡煞旁人。第一名，生肖猴。属猴的人，八月一号到月底，紫气东来，发横财中大奖，观音送子，人财两旺。属猴人没有什么烦心事，吉星入命来，属猴人很快就能够逾越龙门，收入水涨船高，注定惹不起，钱财滚滚来，很快就能够摇身成为大土豪。属猴人他们聪明决定，在职场得到领导的重用，收入翻两番，鸿福齐天，只要能够抓住机遇，必定能够收获喜人，必定能够成为一方土豪，钱财如雨，安享荣华富贵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利等人，大愿就可以实现。